哈喽，陆游了。刚刚图姆示范了一个蘑菇，给他翻了个面，然后这个兔子可爱吗？给他吃一口，都下不去嘴，是薄荷味的，真的下不去嘴，太可爱了。我们给这个蘑菇涂个膜吧，像脆皮那样的涂膜，整个，哎呦我天，呀，哎呦像个光头强一样。它就是脆皮啊，这外面的不好吃，里面真的超级好吃。我想知道这个这里面是什么，这点还行哦。